欢迎大家来上这一门课。好，那这门课呢是数位学习的导论跟实务。那这门课呢，实际上老师已经开很多年了。以往呢，就是那个很多同学喜欢这门课，其实不是真的对这个课有兴趣，只是因为修老师的课呢就可以不用到实体教室上课。好像没有任何一篇 paper 把这个写清楚哎。所以我突然发现我可以写一篇 paper 写这个，如果我 lab 的人没有不知道怎么写 show paper 的话，这个就可以写一个 show paper， 就提 propose 这个 model learning activity 的 design。 进入教室第一个动作，打开麦克风，第一个动作 step one， 打开麦克风。打开麦克风的同时呢，你的 video 就会出来了，这是同时的。然后 step 2， 马上紧接着，现在有26个人在我们的移动教室，移动教室有26个人， OK。 老师现在要玩什么呢？就是说以前呢，我都要问这个易山，请问你在哪里啊？是得到所有人的意见，而且还不是 yes or no 这样子。哦，对对对对，100%投票哎，全班的专注度100%attention。那 agenda 有以下这些，我们有缘起，然后还有我们的名称、那招生对象、那教程的内容，还有平台、开课的方式跟如何招生。这就是。就是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学习就是要在一个context 里头。你当然可以自己学，对，但是没有多少人可以完全自己 independent 的学习，而且能够 sustainable 的。